大家好，欢迎常书面我是常老师。我今天讲一下北京时间六月四号截止到上午九点的签证的预约情况，呃，然后再回答一个家长的一个特别的要不要签证的问题。好，呃，截止到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呢，嗯、呃，北京的呃最早的可预约时间，硕博和其他学生都有，都是六月十五号；广州呢都是六月八号，上海都是六月八号，沈阳呢硕博学生六月八号，其他学生六月十一号。 呃，这还挺齐的。那么新加坡呢，最早是七月十二号，比较晚。那么在中国呢，还是没有呃开放呃递签。那么有的同学呢，呃已经预约到了，但是呢，使馆可能呃有取消的。那么呢，你就呃关注你的邮箱。好，呃，那么具体的信息呢，在 c 点 h o s e 点 com 上面是有的。呃，好，这有一个家长提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 陈老师，请教您，如果本科 U C I 研究生录取到 C M U，目前拿到 C M U 的新的 I 二零，但 s e r i e 号码没有变，呃，签证有效期是二零二二年，就是现在还有效，八月中旬返美，请问这种情况需要重新办理签证吗？呃，这个情况呢，这个我建议呢，如果你的时间充裕，你现在已经拿到二二零了，呃，你如果签证呢又能约得上呢？ 呃，因为现在就是比如说六月六月十五啊，六月八号都能约得上的，我建议你重新签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CMU 呢硕士呢，呃，相对的这个敏感专业是比较多，比如说什么机器人呐、啊，比如说这个网络安全呀、啊，什么网络战呐，一般的网络安全不是，就是网络战的，这个他有专门研究网络战的。 呃，你像以前后人的这个办公室旁边就是一个叫叫这个这个网络研究中心，是美国叫 DAPA，就是国防部的这个研究中心来支持的。呃，那么呢，他们就研究这个东西的，他就拿这个国防部的基金研究的。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建议你呢，还是呃去重新签证，因为如果万一你要是被行政审查呢，那早审查比较好。你可千万别说，哎，我蹭到最后，呃，再去签，或者蹭到最后我到这个海关入境的时候。 我再来被这个讯问，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我还建议你呢，如果有时间呢，在中国签一下。就如果审查，咱就早早被审查，呃，这样呢更保险一些。呃，好的，那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呃，如果呢你有问题、意见、建议，可以呃在视频下留言。如果有留学美国的问题、疑难杂症，都可以私信我。那么呢，我呢尽量抽时间来回答。 那么呢，给大家一个小的一个呃预报啊，呃，在呃星期五的呃在北京时间星期六的上午十点呢，我和谭老师呢会做一个讲座呢，专门来讲到美国的这个呃学生可能遇到的一些障碍，包括学业障碍啊、心理障碍啊、沟通障碍啊、呃这种诚信障碍啊，就是讲讲这些可能遇到的坑。呃，另外一个呢，在星期天的。 早上十点呢，我们特别呢有一个呃临时插进来的一个讲座，是大家都特别关心这个包机的问题和安全赴美的问题。那我特别请到了几位呃业界很有名的这个专家，而且呢其中呢有几家呢都是已经成功呃这个这个有包机的这个能力的，曾经成成,成功包下来的。那么呢他们来讲呢，就是说在包机这个方面呢，到底是。 要注意什么？什么是真的信息？什么是假的信息？呃，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呃好的一个呃认知，而且这都是从专家第一手的材料来的，所以呢大家也请关注。好，那我就讲到这儿。呃，感谢你观看、关注、点赞和转发，我们下次再见。